谢谢，我还没到一个原住民的教会去。啊，很谢谢你们啊，各位弟兄姊妹早安，各位朋友早安。啊，我记得我是去年你们好像找我来，然后呢就一直找我来啊。啊，我好像也很不知道怎么拒绝。OK 啊，那这个啊，其实哈，我在教会讲道，我一直有个困扰哈，啊，很少讲人就讲他的预备讲道的困扰哈。我预备讲道的困扰是这样，我礼拜天要讲哈，我礼拜六就准备好了，然后呢，礼拜天上午一早起来就发现我准备错了，啊，哇，那只好就要早点起来哈，再重新再讲说，哎，到底上帝是要我讲什么？OK， 所以呢，我就一直有个困扰，就到底什么叫做准备好，好像始终都没有准备好。OK， 始终都觉得没有自己没有准备好。那在大学里面上课，我在台湾大学上课好多年了啊，三十年哈。那也是常常就是这个，每次下完课哈，每次上完课都觉得好像自己没有教好。OK， 啊，所以有时候一门课哦，在台湾大学教了二三十年哈，啊，每次课本都不一样。OK， 啊，兄弟们说，啊，怎么你每次上课都不一样，啊，不是一门课都一样的内容吗？啊，老师上课都不一样，啊，为什么不太一样呢？因为总觉得他自己没有教好。哇，所以一个人没有教好，是个蛮好的学习。所以我刚刚坐在底下听他说，哇，你们教会有这么多的课程啊，哇，还有乌克丽丽，我一直很想学乌克丽丽。OK， 听说乌克丽丽，只要有一把琴，那只要你会弹 C 调，然后你就会按几个键，好像所有歌都会唱，对不对？所有歌都可以配乐。OK， 那我呀，我对不起啊，我自己呀，应该努力一下。OK， 来，我今天那你说哈，老师，你来分享这个圣经啊，你一般是怎么选的 ？OK， 那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，我是有问过你们教会说是不是可以给我题目，啊，其实哈，很少教会给我题目呢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但他们知道这个讲员是教授哦。一般人不太给教授题目 ，OK， 就教授给人家题目，很少人给教授题目，而且教授也蛮需要题目的 ，OK， 来，那所以呢，我来分享约翰福音第八章啊，约翰福音第八章，好不好？我们找到的话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我们从第一节，哎，这个有没有？啊，约翰福音的这个第八章哈，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，OK， 约翰福音的第八章，哎，这长得跟我有点像，哎，这什么时候拍的？怎么会这么年轻？头还有点歪 ，OK， 来，约翰福音 的第八章，能够出来吗？欸，我自己非常喜欢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各位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圣经，那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不是来讲道的，我是来跟各位一起敬拜主的。欸，我一直不认为站在讲台上的就比这个你们听的要更了解，就是。包括我自己当老师，我都一直相信我的学生家长会比我更强，我都不只相信，我还期待，我在期待学生比我更强。所以你上课到一半，学生说，哎，老师，你这个地方好像讲错了，那你知道我会怎么样？我会很高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人是醒着的，所以他讲的不一定对，有的人是醒着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考过一种事，就老师在考试的时候是老师没有出题目呢？要前半给他出题目给老师考，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课？就是本次期中考没有题目，就同班前班大家出一个题目把老师考倒啊！你如果当然你要互解答，你要互解答哇啊！所以他们说好啊，真的终于有一次考试跟学生出题目把老师考倒，然后呢，哇，学生就很高兴的回想题目，后来他们全部都放弃。那为什么放弃要出题目容易，要互解答难。OK， 特别把老师考倒的那个题目那个难，后来我们说老师拜托你，还是请你出题目。所以我自己非常乐意跟学生们，其实每一次的上课都是每次的学习。所以你请教你们哈，一个好爸爸是谁培养他出来的？女儿、儿子呀？一个没有，他的一个好老师是好学生培养出来的。那一个受伤的老师常常是有很多原因，但是一个好老师是。学生培养出来的，一个好丈夫是好妻子培养出来的，那一个好爸爸是好儿女培养出来的。所以同理，一个好牧师是怎么产生的？我刚不是想那么多点了啊？一个好牧师怎么产生的？耶稣啊，就是那个，因为他会读经书嘛，
OK， 所以一个好牧师是耶稣呼召来的，阿们。那还有没有别的？还有没有别的？哎，我刚不是讲那么多了吗？好的弟兄姊妹，好的会有培养出来的。OK， 所以哈，真的，所以我来，我每次来，我都乐意跟你们一起来读圣经，来一起来，好不好？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。清早又回到殿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”下一章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，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。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”于是又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。妇人仍然站在当中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：“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定你的罪吗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”下一章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多少人有这个经验？他在黑暗里走。哦，感谢主，你们都在光明中走。OK， 多少人有这个经验？多少人有这个经验？哦，谢谢。多少人有这个经验？说你晚上一个人去爬山？哎，我常常晚上一个人去爬山呢。哎，我过年的时候我都在外面爬山呢。啊，你说过年怎么不在家里？哎，我家没有人啊。OK， 过年不是好几天吗？旧历年啊。哎，我都在外面爬山呢。元宵节的时候我在哪里吃元宵？我在山上吃元宵。哎。OK， 那你说山上怎么会有元宵？感觉上，就是吃元宵这种吃个感觉的。OK， 所以的话，我其实常常会在黑暗里走。黑暗里走有什么好处？在黑暗里走有什么好处？啊，在黑暗里走有什么好处？你看见光，你知道你看见光，对不对？你在光里面走，你不容易感觉到有光，因为光都已经习惯了。所以一个人在黑暗里走，真的是会对光非常非常的敏感。来，那让我再回到前面来。OK， 再帮我放到第一节，好不好？哇！于是个人都回家去。哇！我们今天是开始聚会的时候，竟然大家都回家去了。OK， 那耶稣却往橄榄山去。我要讲四个点。第一个点的话呢，就是耶稣清早又回到殿里面去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第一个我要讲是他坐下。里面有没有上过课？老师是坐着上课的？有。那我为什么讲到说要站着？因为我没有坐着。 OK， 那耶稣很有意思。我想问你第一点，耶稣去讲道的时候是清早起来。哇，所以我们清早起来对我们很棒。其实我们一天的生活大部分清早就已经决定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清早起来，哎，有没有人多少说清早起来就很快乐的？有没有？有啊，小鸟就很快乐。 OK， 那老师你怎么知道小鸟很快乐？因为小鸟会叫。那你说老师叫就快乐吗？是的啊，叫就是很快乐，因为听起来很快乐。OK， 有没有人知道上午起来为什么鸟会叫？那你说鸟不叫干什么？ OK， 有没有人知道上午起来鸟为什么会叫？因为那个阳，他睡着了以后，他的整个阳光哈，照到他的眼睛的时候，他感觉得到，然后呢，阳光就刺激他的喉咙，喉咙就会发热，就 OK， 是啊，OK， 所以的话，那个鸟叫上午是是好听的，还有呢，所以呢，啊，这个鸟就叫，所以那个真的快乐，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他清早就起来，我真的非常好呢。其实吼，一个人吼夜晚起来，他越会有问题耶，真的。养成清早，你猜我清早几点起来？四点，感谢。哎，刚水说四点钟了，哇，好厉害哦。OK， 那一个人清早起来四点钟起来，请问他要几点睡？八点，谢谢，完全正确。OK， 哇，他那要八点睡的话，那你不是刚吃饱饭就睡觉了吗？没有，他根本就没有吃饭，他就跑去睡了。OK， 所以的话，我真的是清早起来，
因为耶稣也是个清早起来的上帝。哇，有时候你很多时候你一生你在一天里面你会遇到很多问题，一天里面你会很多情绪的高昂或是低潮，但是你一早起来，一早起来就站在那个得胜的位置上，一早起来就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里面，成为你一整天虽然有波浪，虽然有情绪，虽然有困难，虽然有问题，但是你一早起来就已经先得胜。哇，所以的话你刚刚有教会的时候说祷告会对不对？我刚刚在底下听你们教会有禁食祷告会，哇，还哇21天呢，哇，每个人都21天啊，全部21天哦，还有哇，真的也是很感人的，哇，真的很感人，哇，这个哎，为什么我们要禁食啊？禁食代表我认真啊，禁食代表我认真到个地步，我连胃口都愿意放在一边啊。OK， 你里面有没有遇到过很严重的考试？根本就是禁食，有啊，对对对啊，呀，我们出题目老师常常禁食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出完题目发现自己解不出来嘞。你们这边有当老师的？有当老师的？我真的哦，我在台大要考那个期中，我现在记不得是期中还是期末考了。然后出个题目，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自己先解，哇，解不出来，哇，解不出来了。这么漂亮的题目解不出来怎么可以呢？我就解到太阳都出来了呢，哇，好高兴把它解出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把题目去掉了。哇，我都搞了整个晚上才把它写出来，那要写成怎么写得出来 ？OK， 啊，所以我就把题目去掉。所以当老师很辛苦，哦，当老师真的很辛苦。当老师完全不是那个薪水可能够匹配的。我们在教会讲道，请问是不是为了讲员会来讲的？因为讲员会真的太少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你们教会的讲员会少，是所有的教会的讲员会都很少。为什么？因为比较你在这准备信息，那个是一生的准备，那一点点的讲员会怎么能够匹配这一点点呢？所以我们在政府单位，我们做很多的顾问，我们在企业界做很多的顾问，做很多的顾问，我们不拿薪水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不拿薪水是最贵的薪水，对不对？当你给我一个薪水的话，你已经把我定格了，我就是这个，我就是这个。OK。我问你们哈，我们到国家去担任审查委员拿多少钱？我曾经当过一个审查委员哈，我那个报告书是从地上跟我一样高，哇，那个是全国所有的河川跟海域，很多公司要来竞标，整个台湾的海域跟所有河川要怎么去监测，要很多标啊，所以从上午就一直在投标，然后一直到下午到晚上，我看这么多的报告，你知道吗？中间我上厕所，我出去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对我真，都对我敬礼。OK， 因为他整个公司以后三年的营运，就看这一标。我从上午拼到晚上，我拿多少钱？刚刚水收三千。呀，真的谢谢我们弟兄，其实答案只有2000。哇，谢谢你，我真的巴不得能够3000。哇，已经30年了，还等不到3000。我现在讲的是30年前的事情哦。哇，那国家真的苛待我们呢。啊，有事没事啊，他从上午做到晚上，连那午餐都随便吃，你知道吗？到晚上这样只拿我给出去的费用到10几亿呢，十几亿的案子，这样评审下来，那个晚上到下午只有给2000。哇，这阁下真的苛待我们这些爱国的教授，将来出问题谁负责？谁负责？我负责了，拜托了，什么国家会负责？我就是那个委员，怎么国家会负责呢？所以国家要陷人不义，就是让你去当审查委员，那你实际上你也只有拿2000块的。所以我们有个非常有名，就是2000块一组，我们叫2000一组，2000一组，我们就是2000一组。OK， 30年来都是2000，有没有？这边，我最近听说还涨了一点，我们要涨到底涨多少？涨多少？2500块 ，OK， 哇，真的是，所以的话，清早起来，养成一个清早起来的习惯，养成一个清早起来，清早起来的话呢，耶稣就是个清早起来，耶稣就是清早一族的人，一早起来，然后呢，他到店里面去，到店里面去的话，大概都是好学生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心要学习嘛 ，OK， 有心要来问嘛，所以的话呢，清早起来回到店里面去，哎，里面有没有人上课都是会第一个人到？我就是，我念大学的话，三个我都第一个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堂课只有一个人修课。OK， 我念大学的时候哈，哪一门课是大家最不想修的课？我的领域里面最不想修的课，就是教你怎么设计化粪池的那门课。
哇，那时候不知道花木石有多重要啊。OK， 所以那一门课其实有一些人上课，有些人修了，但是每次系都只有我一个人，因为我上课与课程无关，上课就是我敬拜主的时候，所以我什么课我都可以拿最高分，因为我都坐在老师的前面就这样上。OK， 学习与神同在，学习操练与神同在。所以你无论讲高等微积分，你讲高等数学，你讲高等物理，你讲什么，只要是高等的，我都已经是高等了，因为我是与神同在，都当然就高等嘛。OK。啊、所以我就很麻烦呐、啊，整门课就是只有每次啊，同学们都在后面睡觉，你知道吗？还有睡觉还滚下来的，哇，真的，哇，那个老师要很有耐心的。那有一天这个老师后来担任中央大学的校长 ，OK， 那以前来教我，你知道吗？他真的很有爱心。有一天我都没有去，你知道吗？连我都没有去，你知道吗？他还打电话给我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文亮，全班就只有你来，今天上午连你都不来，全部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睡过头，不是睡过头，因为昨天晚上是跟一个女孩子告白，我喜欢她。我到台北有个教会叫西安堂，你们可能不晓得。OK， 公馆西安堂。OK。然后呢，我昨天晚上我喜欢一个女孩子，从大一见她就钟情，然后就不敢去问她。大四终于知道她在台北西安堂聚会。然后呢，晚上的话，那个有一个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个祷告会嘛，我祷告会并不是。然后呢，好像是礼拜三，我记得没有错。那我去跟他讲，然后鼓起所有的勇气，鼓起所有的胆量，鼓起所有的天才跟语言，然后呢，跟他讲说，我喜欢你。OK。我现在不会做，我现在已经是情场老手了。OK， 然后那个姊妹说，她要钱时间。OK， 那问我，哎呀，糟糕，我喜欢的是物理。OK， 我喜欢的是物理，我一直喜欢物理。OK， 然后那个，然后就没办法了，所以我一上来就被删在。然后那天晚上，我带着眼泪回到我的学校去，回来已经很晚了啊，我们叫做含泪的小花。OK， 所以那天晚上，就像你说，我就睡过头了。老师就打电话给我说，全班都没有人来，你只要肯来，我就等你。哇，那老师真的伟大了，真的伟大呢。因为有那个讲员就来讲以后，就底下都没有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来错时候，来错天。OK， 那我就去了啊，去了以后赶快让老师你等我，然后我赶快去。去了以后，老师说你为什么会迟到呢？我说啊，我跟他讲说啊，就是这样啊，整个大学的初恋就是，不过没关系的，每次的恋爱都是初恋。OK， 那这个那个他说没有来，因为昨天他哭得很惨，然后老师听得很同情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就从化粪池再开始教起。OK。哇，那知道吗？你那个愿意去的都是有心的哦，愿意去清早起来到店里面去的，那都是有心的人。所以的话呢，众百姓就到他那里去，所以那个是一个还算是蛮复兴的时代，很多人渴慕上帝的话语，很多人渴慕耶稣的教导，很多人能够渴慕能够真正的能够认识主。然后呢，众百姓就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，耶稣的教义教导是坐下。为什么要坐下？证明他要讲的久。OK。这个他要讲的久。第二个的话呢，他是怎么样呢？他愿意持续的教。OK， 你看我站着，我可以站多久？20个小时吧。我大概可以站8个小时。Yeah. 以前那个高雄市的副市长找我去高雄，对整个高雄市的国中跟高中老师上课。那一次的话，他给我排8个小时。对对对，啊。下课的时候差点晕倒 ，OK， 那没关系，反正他的意思说，我说意思说坐下，坐下代表是他要有心的讲，他要慢慢的讲，所以好一个一个坐，代表他是心平气和的讲 ，OK， 所以我很喜欢哈，你看坐下来讲啊，所以呼吸要讲话的话，站着讲还比较好，还是坐着讲？坐着讲，真的啊，你对孩子讲话最好是站着讲还是坐着讲？坐着讲，OK， 你都坐着讲 ，OK， 坐着讲。OK， 所以我喜欢耶稣，所以这个已经是当时发生的事情，的确是发生的。然后呢，坐着讲，耶稣讲了什么？没有写。耶稣教训很重要，他怎么没有写？圣经不是有这一段？圣经常常讲耶稣哇，讲很多，然后什么内容都没有写下来。OK， 我跟你讲哈，在后面啊，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讲到后面。所以他这里没有写，感谢主就教训他们。我们需不需要被教训？需要，需要。我需不需要被教训？需要。我为什么需要被教训？因为学习 ，learning。OK，
我们一辈子都是学习，什么人没办法学习？什么人没办法学习？就是证明他不需要学习的人。OK， 我们永远都在学习，学习就是我们一生最好的、最好的花费时间的方式。因为我学习，因为我学习。OK， 所以的话呢，我觉得非常好。教会为什么要有一个上主日的这个讲道？我就是个学习嘛。OK， 就是个学习。我真的很乐意学习。我自己记得，其实当我在讲的时候，其实我后面所坐着下来在学习的时间，可能比我讲的时间要多好几倍。我们当个老师哈，上课讲一个小时，你猜我们背后讲几个预备几个小时？在台湾大学，在台湾大学，啊，超过八个小时，再多一点，来，再多一点，没有没有，对对对对 ，OK OK， 那你只要不出考题，可能就不用花那么久，大概九个小时，大概九个小时。那你教了一门课，你教了三十年，最后你预备几个小时？三个小时，后来比较熟了，大概三个小时。另外我们很认真的。我们很认真的，所以你认真哈、哦，那个学生都听得出来呢，特别是那种被你当过的学生，哇，当时说老师怎么隔年来修跟今年讲的又不一样，哇，连课本都不一样，哇，连题目都不一样，哇，啊有人已经被当两次的，但是他说还是不一样，知道吗？啊，他们为什么会被当？因为他们爱我，哦，他们爱我 ，OK。OK， 他们爱我，他们爱我。他说我听一遍不够，我要听三遍。我当学生的时候，我常常一门课我听不懂，我隔年还会再去上。我曾经有一门课上了四次，其实我第一次就过了，但是我就觉得我没有读懂，所以下一次，所以只要一学期这个老师上课，我就去听。我们是认真的学生啊，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，因为真是没有听懂嘛，那不懂就不懂嘛，懂就懂嘛。对不对？那所以的话，所以耶稣真的很棒，你知道吗？耶稣看到有人肯学习，他就坐下来，他愿意好好的教。哎，就这时候来了一个打岔了。文士跟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，叫他站在当中。哇，这个是个很对这个女人是个很大的羞辱。哎，他怎么没有把男人带来？哈，怪不怪 ？OK， 哎，这个很奇怪哦。OK， 他没有把男人带来，他就把那个女人带来。然后呢，是在行淫的时候，所以他不是在行淫前，也不是在行淫后，是在行淫的当时就被抓到。也就是说，这批人真的好无聊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晚上就去看人家怎么行淫啊！真是，所以他是这早期的狗仔队了。哎，我一直不太喜欢 Me Too 的活动 ，Me Too 你知道哈 ？Me Too， 它有它的功能，它把一些很糟糕的教授。铺上舞台，把一些很糟糕的立法委员铺上舞台，把很多有非常有才识的主管铺上舞台，我觉得非常的好。但是有时候有些事情哈，太一底下做的事情哈，有时候有些原因哈，你把它立刻的铺上舞台，你可能毁了这个人。嘿，所以我觉得 Me Too 是个很好的运动，但是 Me Too 的背后，有时候我们把一个人的那个阴暗面太快的直接铺上舞台，哇，那个有时候这个，当然啦、啊，我们很爽，哇，我终于可以把这个虚伪的人，可以把这个虚假的人，可以把这个披着这个羊皮的狼，可以把他揪出来，我们很爽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有时候你把一个人那个阴暗面很快的铺出来，其实对整个事情有时候不是很快的。不是很快的。你如果要帮助人的话，有时候真的是那种义愤填膺过了以后，那个带来很大的虚空。OK，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他们这样的活动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还要站在当中，被众人所公平。哇，我们很多人就是被站在当中啊。OK， 网红可以批判他，电视可以批判他，新闻可以批判他。OK， 然后呢，可以全世界很快就知道说这个人是坏人，这个人是虚假的人，就可以当众的批判他，叫他站在当中。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过？我有。我以前因为打老师被学校开除，我的校长把我叫到台上，当众的批判我，说我打老师。其实我没有打他，我只是挡回去而已，变成我挡他。哇，原来老师是这么脆弱。OK。哇，他打我很多次，我都没有说什么，然后他也打我，这样变我还在国中二年级的学生，彰化中学这样挡回去，变成我打他。哇，那个校长把我叫到全校的师生台起，后来这个学校还把那个杰出的校友奖要颁给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拒绝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可以把一个杰出校友奖颁给一个被你开除的学生呢 ？OK， 那他这样真的，你真的很糗，你知道吗？所有人都看着你，无情、冷漠、
看着看着是有什么结果，我会成为基督徒就从那天开始。虽然我没有去过教会，但是校长在说我在打我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宇宙里面一定有个上帝。宇宙没有上帝，像我们这种人真是不公义了，不公义了。你这算叫不公义吗？这叫不公义吗？一定宇宙里面一定有个上帝，知道这个背后 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的话呢，所以你可站在当中，那是很糗的事情。OK， 按、啊、你说那是过去，哎、欸，我现在可能也常常站在当中了。哇，有些人吼，你即使你在站在当中的时候，你也觉得你心里是有亏欠的。所以耶稣，所以就是耶稣说，夫子，这个妇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拿，哇，这个人赃俱获。OK， 巴不得把这个丑闻给掀出来，站在当中羞辱你。一方面是羞辱这个妇人，一方面怎么样呢？是羞辱主耶稣，因为下面会有个问题。来，下一章，下一章。摩西在律法上说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耶稣如果说他把这个妇人打死太好了，违反罗马的法律，还有违反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放了这个罪人走，哇，那等于是他是一个没有法则的上帝，他不是个公义的上帝。哇，这的确是个试探呢，有很多问题，你说是也不是，你说不是也不是，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？就像你问一个和尚，你什么时候打你的太太？和尚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还没有结婚。” OK OK OK， 你知道吗？就有时候你问一个问题啊，你真的事实上是你说 yes 也不对，你说不是也不对。哇，真的有时候我们在社会上遇到很多很多这种问题，逼着你打你我们当过孩子有时候把他问说：“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考满分啊？”哇，那这个时候你说是也不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考不到满分。那你说不是也不对，你爸爸很生气。有时候我们真的在社会上遇到很多很多事情，哇！当老板说你到底出什么，就是快逼到一个墙角。什么样的薪水会比人家高？我们社会上哪个薪水会最高？就是你的薪水之外再加一个遮羞费，你知道吗？就老板用三字经骂你，哇，骂得好爽，骂得好爽。老板，你的力气真的很够，还骂我三字经，哇，那个叫遮羞费。所以你不要羡慕那种薪水很高的人。因为可能有90%以上的薪水都是遮羞费，真的，我这样跟你讲，真的，你不要，我现在不讲哪些公司，那这是遮羞费，所以有时候宁愿薪水拿的不太多哈，我拥有一分的自由，还有老板给我骂的时候，不要把我骂到三字经。哎，我们当老师的会被学生会骂学生三字经，不会，我们一般是不会，但是我在业界，我就看到很多老板骂属下是三字经，便我说的属下是。董事长在骂总经理的时候用三字经，然后总经理回去骂经理用三字经，然后经理问骂他底下的雇员三字经，然后雇员就是有薪水的嘛，骂那个啊 pay by hour 就那种时薪的用三字经，连他们出去以后看到一只狗三字经骂的骂他，那整个系统就是三字经，所以有时候真的不要太多薪水了，维持一点尊严啊。OK， 所以你说要把他怎么办？他们说这话要试探耶稣，要得到把柄去告他。耶稣却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我要讲的是，这是我的第二点。第一点，耶稣在教导的时候是坐着，然后别人在提出一些很敏感的时候，耶稣怎么样？弯着腰。为什么要弯着腰？装没听见的、啊，就是他面、啊、本来是面对众人嘛。然后呢，然后那个妇人被抓了嘛，耶稣也没有看那个妇人哦，耶稣没有看那个妇人哦。你信不信？我们犯了很多的罪，犯了很多连自己都不饶恕自己的罪。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根本没有看着你，因为他不控告人，他是罪人之友。耶稣说他是罪人的朋友。什么叫耶稣？他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。所以的话呢，他不看着我们，他不看着我们。我们常常看到别人吼，他哪里有缺点，我们都专门会看他，对不对？哎，很多的父母亲的记忆都特别好呢。圣经告诉我们吼，你不要用过去的事情夸口哦。箴言第三十章。箴言第四十章说什么人是叫做老糊涂呢？就是你们是这样讲啊，我当年哈、哦、当过什么官呢？我当年哈、哦、做过伟大的事情呢。我当年我当一个人说我当年就是怎么样，他完蛋了。OK OK， 他完蛋了，他已经完蛋了。哇，就听得很厌烦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他讲30年，他讲我现在讲，就是证明我跟国家的高层常常在一起。他们常讲说我当年，谁在乎你当年呢、啊？OK， 你讲当年就是你现在很惨的意思啦。OK， 所以我们讲圣经哦，不要讲说，哎，我40年前读圣经好有亮光哦，这你现在是完蛋。你知道吗？我40年前我进食可以进食多久呢？证明你现在不会进食。OK， 所以活着的我们永远没有什么想当年啦，没有啦。所以的话呢，耶稣说弯着腰，什么叫做弯着腰？他根本不理，根本就不听，根本就不睬。
所以开始他是坐着，我第一点是坐着，第二点是面对控告的时候，耶稣根本就没有在看你，耶稣根本就不甩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罪人之友。其实你控告一个人，你叫一个人说你犯错哪里，其实也不见得他会悔改。但是这边有个真正的悔改，他要改变的这一个行奸淫的妇人，他说他弯着腰，弯着腰，他那怎么样？他地上画字，对不对 ？OK， 有我，你知道耶稣画什么字？耶稣在地上画字，他画什么字？没有人知道。对对对对，请你不要，你不要说你知道，我又不在现场，我在现场我可能也看不懂，他可能在解那个高等微积分里面的那个 OK， 哇，我常常这样，OK OK， 我的姊妹过世了啦，然后我就很难过啊，很难过，我去教会就开始读高等微积分啊，高等微积分啊，我们的牧师看到说，我那样你怎么在读微积分呢？你们这边有没有修过微积分啊？微积分这个字是整个科学的精华，整个科学的精华就是微积分这三个字，纤维在积嘛，纤维在积嘛，所以科学就是哇，讲到什么原子啊、分子啊、电子啊，然后所以整个都积回来，实际上从来没有人可以把它积回来。OK， 我们就纤维在积。那文学院跟商学院是干什么？他们是先积再维啊。OK， 文学院、商学院、法学院就说：哇，我们这个是国家的伟大的前景啊！我们全世界这个股票的市场啊，什么时候会有黑犀牛？什么时候会有白天鹅过来啊？他们讲很大的东西，然后怎么样？先机再尾。OK， 那、可能是某个小原因。所以的话，你要问我说，那个理工学院跟法商学院的差别在哪里？就在微积分这三个字。你是先尾再机，还是先机再尾？OK， 那一般的话，我们先围的人都积不回来，我们先积的人都围不下去。OK， 那回头原来整个科学都是个骗局。哦，不要不要。OK， 科学是如此的不完全呐、啊。所以我们还是要赌嘛。OK， 我们还是要教嘛。你明明知道它是不完全，你还是要教啊。因为如果是那么完全的话，大学就怎么样，就不用开了啦。OK， 今天神学院会一直开，证明怎么样，大家都不懂啊。然后神学院说，整本圣经全部透亮。OK。你没有听过早期有个 The Lord Everything， Lord Everything 就是所有理论的理论， OK， 那后来就没有了嘛？为什么呢？除非你能够懂所有理论，你就没办法懂什么叫所有理论， OK。所以的话，你看耶稣就弯，我好喜欢这几个字。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看主在干什么？他弯着腰， OK， 他不听也不闻，他也不问，因为这个东西都不是他的重点。OK， 有的时候人家逼着我们去面对一个重点，那就是说那个根本不是重点。所以耶稣就弯着腰，好棒。一开始他是坐着，后来他就弯着腰，然后呢，他们就继续问他。OK， 他们就他这样画字，我没有人知道他画什么，没有人知道画什么。可见那个时候那个尘土啊，还比人可能更有价值，还能够显出他的心意来，而且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OK， 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。这第三个，这我喜欢。他先是坐着，然后弯着腰，不理不睬。他站起来开始讲他的权柄了，开始讲他的权柄，站起来讲。OK， 耶稣就站起来，直起腰来。多少人的腰是直不起来的？有没有人啊？怪这个事情。哎呦，我们这个教会有人骨质疏松呢。OK， 还有没有？什么人腰？你们有没有腰站不起来的经验？我到美国去，我的女儿刚好家里有个一大片的草坪，有个推车的。哇，美国的土地很大呢。连我那个女儿家里的草坪啊，我都推不完了，还是电动的呢，电动的。然后我的太太说：“先生，你要推吗？”我说：“当然，我在台湾都没有推草坪的机会。”哇，结果我就推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推完了以后还要收，你知道吗？那隔天上午怎么样呢？我像个蚯蚓一样，从我还站不起来，我从床上滚下来，然后就从二楼的楼梯滚到一楼去。为什么？腰直不起来，腰直不起来啊！所以那个很痛苦，腰直不起来真的很痛苦。OK， 但是耶稣怎么样呢？他腰直了起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要讲权柄的时候，对他们讲：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，就可以谁用石头先打他。我们地上所有的法律都是相对的，我们地上所有的是非判断都是相对的，只有主耶稣他是绝对的。OK， 你要知道，我们今天法律里面因为很多人，请问法官是不是罪人？是。检察官是不是罪人？是。书记官是不是罪人？是。因为把他枪毙。不应该 ，OK， 那你知道吗？啊，罪人怎么可以审判罪人？立法啊，立法是不是可以改？可
谁来改？立委啊。对对，请问我们这么多年来，哪一个立委懂法律？我跟你讲 ，no， 没有人。你今天如果看我们的电视，看我们的直播，你看那些立法委员在质问问题，我在底下听着就说啊，主啊，我有罪了，我培养出这些学生，哇，他们到底在作秀还是什么？他们是在作秀是不是？我没有在讲哪个市长 ，OK， 不过你大概想，我大概也是对 ，OK OK， 我没有在讲哪个，我没有在讲哪个立法委员，我真的都没有，我跟你说好难过，我真的都好难过，难过什么？为什么这些人都不懂法律，却当上立法委员？而连他们，你知道他会写法条吗？不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已经很久选举都不去投票了，我不想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想跟你讲，我真的很久没有去投票了。你说我没有尽国民的义务，我不想在罪人的身上有份。所以我你知道吗？他们说问说你们谁是没有对，所以吼，我们的所有人都是罪人。那吼，你无论有罪的立法团体编出不完全的立法，变得很糟糕吼。有些法律吼，你先定了以后，你旧的法律没有改掉哦。哇，旧的法律没有改掉哦。我每次到你的教会了，到你的教会来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哎，你们教会的那个前面的那一栋大楼哦，它的容积率是怎么算的？你看，有这种教授就很麻烦。哎，你们教会前面不是有个大楼吗？哎，不是有个大楼吗？这么窄的巷子可以盖这么高吗？请问它容积率怎么算的？我本来想进去问里面的那个人，知道吗？抓住你怎么给我盖这种房子？容积率你怎么算？你们不知道我说什么吗？你盖房子不是要容积率吗？那你要前面要有空地啊。OK， 他前面有空地吗？没有哎、欸。那你这么小的巷子里面，你可以盖这么高的大楼吗？不行哎、欸。那、啊、你说老师，你为什么不去帮人家呢？因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。真的，我真的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所以我上课不太敢当学生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有罪的老师怎么去当那些不好的学生？所以，但是我后来还是把他当他，叫做孔明挥泪斩马谡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知道马谡是谁吗？有个人叫我现在不是讲大陆的流行歌曲，叫马谡哈。OK， 就是有个叫马谡的这个人，马谡的他很烂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就被孔明斩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孔明斩他有没有哭？有呢，马谡也哭，孔明也哭呢，两个人抱头大哭，然后就把他砍了。OK， 所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？我跟你讲，我们都是在一个有罪的情况之下在管人家呢。那水能够赦免的，就真的是那个不受法律影响的，那个是绝对的法律才能够带来绝对的赦免，相对的法律是不可能有赦免的。为什么要有警察？台北市为什么要有警察？警察的目的不在抓坏人呢、欸，警察的目的是为了要教育那些犯罪的人呢、欸。为什么要有法律？那个监狱，监狱的目的不在隔绝犯罪的人呢、欸？监狱的目的在让他有悔改的机会呢、欸？所以的话，那块话我知道哈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？其实每个人都有罪呢，每个人都有罪。其实我最怕的一个麻烦就是一个人问他没有罪，哇，一个有罪的人就说你这样，我是个有罪的，所以我今天要仔细来评判一个案子，我就要高度的谨慎，对不对？我都要高度的警醒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是按照我的智慧的有限，按照我经验的有限，我只能够做这样的判断为止。但这个判断实际上也是不完全的啊。但是他们其实理直气壮。OK， 根据摩西的立法，其实他们自己所想的。我们常常怎么样呢？借着法律来杀人。哇，根据什么时候？根据什么什么？根据什么时候？我跟你讲哈，我们在很软弱的时候，请你不要讲圣经，请你不要讲圣经。我的意思就是说哈，就是说你除非你很懂对方哈，你再把圣经跟他讲，有时候就啪直接就给他一个圣经节，好像封住他的嘴一样。我真的是鼓励我们这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扶持别人的时候，有时候鲁诺话比圣经怎么样更能够安慰人呢？有时候那个混言，那个有就是混言，叫什么混言？加一种牛奶，加冰，叫什么混言？对了，珍珠混言。哇，珍珠混言真的很能够疗愈人呢。我的太太都不让我吃珍珠混言，特别是公馆那一家。然后他都不让我吃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反正他不让我吃，我就不用问了。结果他还走了以后，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？珍珠粉圆。我每个礼拜都有人从很远的地方
带什么来给我喝？珍珠粉啊，珍珠粉圆奶茶。请问他要不要加很多甜？要，因为我太太以前反对我加很多糖，所以现在我就可以吃了。哇，吃得很释放，很疗愈。你不要轻易给我说啊，什么神教你要什么啊啊，吃粉圆要悔改，哪有这种事 ？OK OK， 我们不要乱悔改 ，OK， 我们不要乱悔改。OK， 耶稣跟他讲哦，耶稣跟他讲哦，说好，谁哥用石头打他，这个下一章。下一章的话呢，啊，帮我放下一章。然后呢，又弯着腰啊，这我真的好喜欢呢、啊。耶稣先是坐着，然后呢，弯着腰写字，然后直起腰来讲他的权柄。完了以后怎么样？他又弯着腰，怎么样？这下一步的反应就在你了。OK，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都出去了。为什么要从老？从老到少？啊？因为老人比较容易想到他的罪那个老人都走，那个年轻人说：“哎，怎么大家都走了？”我没有错啊，我没有错啊。OK， 那被人丢大石头，我是丢一粒沙而已啊。OK， 所以他说从老到少，哇，这个圣经就讲得很好，从老到少都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。我们人生很多很多的状况，面对的就是耶稣一人，然后他赦免我们。一个人越我跟你讲一个人越敬虔是越容易控告自己，还是越容易赦免自己？控告 ，yes， 控告。那控告自己是不是一件危险的事情？是。你没有看过有一些人在冬天的时候，然后一个人跪在地上，然后头这样抱着，坐在那个马路边，你有没有看过？很多人呢，你知道他出了什么毛病？自我控告。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个男人曾经当过台大教授？一个人在很难过的时候，在台北市罗斯福路六段的公车站，有一家叫卢伊莎咖啡店，旁边有一个叫做全国加油站。哇，您说怎么讲这么清楚？因为他的厕所最干净。OK， 有时候我不在家里上，还到人家的加油站去上。OK， 哇，真的这个教授真的是很伟明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那你说干嘛去人家厕所上？人家这个问讲上的，就是要欣赏一下别人的厕所。OK， 那上完厕所以后，还跑到公车站，然后头就这样低低的，就这样。那为什么呢？控告自己。一个敬虔的人其实很容易控告自己。控告自己其实并没办法得到医治。主耶稣说他弯着腰，他根本不看这个。哇，其实 主耶稣如果不控告我们，我们要不要控告自己？不用。主耶稣如果没有控告我们，我们要不要控告自己？不需要。那你有没有说你从我要控告自己？有时候我们真的做了很多，有时候我到现在我想，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决定？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步骤？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我是不是在干的时候我应该说什么？我没有说什么。我在那个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写完施布真的故事，我上午写完，我下午都接着继续写摩根的故事。哇，工作狂！工作狂！多少人读那个书都获得帮助？是谁受伤？我太太受伤。看到一个男人花了两年，花了一年多写施布真的故事，写完之后，他那天没有休息，继续写摩根的讲。我对他是个很大的伤害，对他是个很大的伤害。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们真的是有时候对老婆好一点，哇！所以今天我们上午来教会聚会，中午我们给老婆吃什么？珍珠奶茶加那个。请记得帮我多留一杯。OK， 我们给他们吃好一点的，给小孩吃好一点的。OK， 我们要给小孩吃到说，你只要上午来教会，今天的午餐一定是薯条加鸡腿加什么呢？加 double 的鸡腿，还有加很多的汉堡，加好几层的汉堡。OK， 你不要说上午来聚会，哇，这里不要吵，你还吵什么？这里不要跑，你还跑什么？长大以后他就不会来了。真的，我觉得我们儿童的聚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哦。OK， 可能比青少年的聚会都来的重要。所以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对他就说：“都走了。”那户人依然站在当中。哇，他没有离开。我觉得他还好，他没有离开。我认为他离开以后会怎么办？他惨的，他行奸淫，大家都知道。第二个，他行奸淫是公开的被抓到，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女人行奸淫。OK， 行奸淫，对，我国语不是很标准啊。OK， 我彰化国语嘛，这个一直都招彰化人。OK， 哇，这个他这个行奸，我说这个女人真的可怜的嘛，大家都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大家也很可能知道那个男的是谁。OK， 那大家也都知道，当时都是被人家拿来当做那个标靶的。哇，你这个女人走了以后，你叫她怎么生活？那我猜她生活的很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她一生有个标记，
什么标记？主耶稣不定罪他。主耶稣不定罪他。我是一个非常好会很会画漫画的男人。我们家好几代都是出画家，我们在清朝的时候就出画家。我很会画画图，我很会画。我小时候只要有画图，我都是甲上。妈妈如果再加一笔，就是甲上上。哎，我妈妈就是画家，我很会画图。但是呢，我是一个很容易控告我自己的人，所以只要我难过呢，我就画图。你猜我画什么图？画两只蚂蚁在打架。我从小学画到当教授，还在画两只蚂蚁在打架。啊，你说两只蚂蚁打架可以画这么久？我说是的，我就是啊，我画完了以后，我就把它揉掉，啪，就到垃圾桶里面去，因为这是一个男人私底下的秘密。我觉得我好悲哀哦，一个这么聪明的人，还在一直画两只蚂蚁在打架，还画了二十几年呢，都是画两只蚂蚁的。啊，你怎么这么会蚂蚁呢？反正我就很会画蚂蚁打架。然后呢，有没有人知道？没有人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有天我刚刚结婚了，我大概结婚两三年哦，发现我太太的柜子里面有一个夹子，好厚的夹子。我太太不在，我把它打开，请问夹子里面是放什么？蚂蚁在打架。我就告诉我太太，这个是我见不得人的秘密。从小学就一直画两只蚂蚁在打架，已经到硕士到博士，都已经还在画两只蚂蚁在打架。你干嘛留这个纸条？这是我不要撕，已经就是揉掉放在纸屑篓的。我太太说，我视为宝贵。哇，视为宝贵。我说这怎么有好宝贵的？他就说这个是你见不得人的东西。我觉得我好珍贵。从那一天开始直到如今，请问我有没有画蚂蚁在打架？没有。我得医治了，我得医治了，我得医治了。四十年来我不再画蚂蚁打架，就是很难过的时候也不用画蚂蚁打架。OK， 也许我画两只鸟在打架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OK， 反正我就是不在，我不在。啊，你说你怎么会得医治呢？就是因为我那天看到，竟然有一个妻子愿意留下你那个见不得的东西而视为宝贵。这个事情有在圣经里面，历世历代人大家都会读这个圣经。这个女人好棒，你知道？大家都走了，她还没有走，你知道吗？她还站在中间呢。他在等主耶稣最后的一个判决呢。可见的话，那个他换奸淫，明明是他的丑闻，明明是他一生里面最难过的东西，最见不得人的东西。耶稣说：“我赦免你，我赦免你。”我认为那个真正的赦免是你最不见不得人的地方，那还不是做错，你知道吗？做错有时候我们还不需要得赦免，那个有时候觉得是你这个你一生最污秽的东西，你一生最见不得人的东西。耶稣从怎么说？耶稣怎么说？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听到没有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那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你去吧，从此你不要犯罪了。”哇！我相信那个妇人，当然他一定离开那个地方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主不再定他的罪，成为他一生里面最棒的标记。然后呢？再下一章，再下一章，从这里完了以后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按理说，众人不是都离开了吗？”我不太知道，可能众人又跑回来，看到那个妇人走了，哎，竟然让他走了，我不太知道，我不太知道，反正那个完了，接着又有众人出现了，所以耶稣就跟他讲这句话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一个人要得着生命的光，他必须跟从主。然后我们认识主耶稣是世界的光。为什么？如果没有光，我们真的看不到；没有光，我们真的看不清楚。我们对一个事情看得清楚，完全在你跟光的距离，对不对？你在光的距离如果越远的话，你就越看不清楚。所以很多事情的话，我们都看到假的，看到假的，看到不是真正的，不是上帝的。所以说你必须要有我的光。我讲完就结束了。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。我请教你们一下，你们今天多少人来是骑摩托车来的？呀，谢谢。请问摩托车所加的油是从哪里来的？摩托车不是要加油吗？就是油从哪里来？加油站来。好了，你们加油不是有付钱，对不对？请问那个钱是干什么用的？你们从来没有付过石油的费用，你们就付过石油的提炼费、跟石油的搬运费、跟石油的储存费，还有送给你那一包卫生纸的费用，还有说欢迎光临的费用。你一生里面，你从来没有买过石油的费用，有没有知道为什么？那个，因为石
持有的费用都是从税金，我们不是会缴政府缴税金吗？从税金来的、啊。哇，真的，我还不知道我这个事情。来来来，我们很需要有错误的答案。来，还没有没有别的答案？不是不是这个答案，还有没有别的？我跟你讲，所有的油都是恩典。直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人可以提炼一滴油。跟你讲，我们连石油的化学方程式我们还讲不出来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没有人可以制造一滴石油、欸、所有的石油是怎么来的？早期的阳光经过我们的植物，光合作用被固定，然后呢累积在底下，慢慢经过一些程序，可能是艳阳，可能是高压，叭叭叭叭叭叭，最后变成石油。没有人知道石油是怎么来的。OK， 石油是埃及，我爱埃及。OK， 我爱埃及。OK， 可能是埃及艳后的。OK， 我们很需要这种很可爱的答案。OK， 还有他还没有说是台话给我的。OK， 我真的讲哦，没有人知道石油。我们所有的加石油的费用，管你今天是开车，管你今天是骑摩托车，管你今天是什么车，我们包括我们今天的电，所有的油都是免费给的。上帝 is a grace。他给你的，那为什么是古代的光被植物所 fixing， 被植物光合作用给吸附，然后呢就怎么样呢？就成为植物 的然后就在地底下，然后就腐烂，然后最后就我们连这个程序都搞不清楚。我们今天所用的所有的石油的费用都是早期阳光的费用，所以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。光代表几个很重要的意义，在我们一生里面是很重要的。第一个，有光才有能源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太阳白天有晒到我们，我们的晚上如果太阳没有晒到，你猜我们几度 C？ 晚上如果没有阳光，是你100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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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负100度 C， 对不对？答案错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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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人知道我们月球上面的温度几度？晚上？我跟你讲，负200多度。还有我们的地球的转动的速度刚好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在最后哈白天就是这样慢慢的转，哇，那我们会很热。然后到晚上去的话，它也慢慢的转，哇，我们会很冷，我们会很冷，哇，这个转速是刚好是正确的转速。我们跟太阳的距离如果太近，我们太热；太远，我们也怎么样？太冷。我们还有春夏秋冬，我们还有不同的纬度。OK， 我的太阳第一个，它告诉我们有光，为什么要有光？没有光我们就没有力量，没有光我们就没有能源，没有光我们就没有热量。更重要的，没有光我们根本看不见。主耶稣他是说他是世界的光，哇！如果没有主耶稣的话，我们地球如果没有光的话，什么都看不到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能够了解是根据我们的什么？我们今天很多事情能够了解是根据我们什么？根据我们的看见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不见，那你怎么了解？哇！今天我们很多人在讲，哇！什么宇宙里面有个黑洞啊？哇！黑洞还可以顺时针转，哇！还有什么量子在缠绕啊？我跟你讲，都瞎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全部都瞎掰，你知道吗？那、啊、你说哇、啊、不是在课本里面，课本也是瞎掰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看不到啊。OK， 那我们就乱掰啊。OK， 哎呦，啊也不能做实验啊。OK， 也不能拿来看一下啊。哇，啊有人说啊，有人说什么啊？有个虫洞，对不对？你们看过有个虫洞？哎，到底我们的物理课本是不是越来越像科幻小说啊？哎，我说你们真的很滑稽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啊这样子都给大家都瞎掰，你知道？一直瞎掰，你掰我掰，大家掰，不然国科会的机会就很难申请了。OK， 我们都在掰啊，我们都在掰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在黑暗里走啊，我们都在黑暗里走。哇，有时候同学们在那边修课，我们觉得好笑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教授是黑暗的，然后呢，写课本的也是黑暗的，所以也是叫那个学生当然研究黑暗，最后也是黑暗。所以我们是瞎子领着什么手在走？瞎子领着瞎子走。瞎子领着瞎子走，所以耶稣讲这话讲得真好。他说：“哈，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啊，哇，没有光你真的看不清楚哎。我们今天整个全世界一团的混乱，对不对？你在缺什么？啊，缺光，缺从上帝来的光。哇，今天你刚才今天说苏俄还在打什么乌克兰呢、啊？哇，这个变成他打完以后，他可能会打荷兰，反正因为他们都“兰”这个字，你知道吗？很难呐、啊，很难呐、啊。”OK， 哇，有时候这会还很多很多，还有那个还有什么什么坦什么坦的 ，OK， 很多国家就后面有一个坦的，哇，都很危险。那我跟你讲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在黑暗里走，大家都在黑暗里走，所以只有靠着炮火，只有靠着子弹，靠着一点点的无人机，对啊，大家都乱搞，整个全世界大家都在乱搞。OK， 中国是不是在乱搞？是呢，台湾是不是在乱搞？对呀、啊，
那你他乱搞我乱搞，所以迟早怎么样呢？乱来乱去啊。OK， 所以我们很需要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。我们在很多困难上，我们就是要是，我们是要是，我们就这样说，我们看不到耶稣是我们的光，我们只看到我们的问题，我们只看到我们的黑暗，我们看到我们的需要，我们看到我们的麻烦，我们看到我们的难处，我们看到一大堆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在那个难处。请问挣扎有没有用？在难处上挣扎有没有什么用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谢谢你。哎，我只有讲一会，我应该跟他评分了。OK， 啊。我来你们这个教会讲到哦，有30%的原因就因为有他。我连离开教会以后，我都会想念他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别的教会没有这种人，你知道吗？竟然说我们的室友，哎呀，你们教会有这种很怪的，非常的怪啊！就是因为我怪，我才是你的学生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他把责任都推给我，他把责任都推给我，他的怪就是因为他做我的学生。哎，我是个很正常的，我是个很正常的老师，被他搞得我是个不正常的老师。我真的讲，我来你们教会讲到30%是因为我他，真的真的，我会常常的想念他，因为我不容易在教会里面找到一种这种怪人，你知道吗？那怪人才是一个蒙恩的，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怪的话，就不需要蒙恩嘛。我们就是不断在一个很奇怪的里面，别人也不了解我们，然后呢，爸爸妈妈也不了解我们，连我们自己都不了解自己，这是无以问苍天。所以的话怎么样？我们需要耶稣做我们的光，做我们的生命的光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我就结束了。OK， 我结束了，这样子。OK， 现在还没祷告，还没祷告，对不对？主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男视角有这种怪物。但是你真的是，真的，你是用一些怪物让我们知道，真的是我们需要上帝做我们生命的光。我也承认我是个怪物，我真的是个怪物。有时候之所以难过，就是把自己的焦点注意在难过的事上，然后无解、绝望、痛苦、祷告都没有用。为什么呢？耶稣是生命的光，我没办法从黑暗里面看到光，我没办法一直注意黑暗来看到光。我不禁回到主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你可怜我，你怜悯我。我们是一个需要上帝的光的人，我们需要你显明，不然我们看不清楚。我们需要你照耀，不然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是你的心意。我们需要你给我们的热量，不然我们会冷冰冰。我们需要你用你的光来引导我前面的路，也许我看不见路上的光，最起码我可以看到脚前的灯。我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我虽然不知道明天我会怎么办，我真的我都觉得我明天我要怎么办，但最起码我今天我可以好好的活着。”我能不能有个机会到啊？到对不起，这是什么教会？我忘了。OK， 南四角的灵粮堂。哇，最起码能够啊，真的是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主，一起来享受主，来体会到什么叫主耶稣是世界的光，是我们生命的光。也许我不太知道全世界有很多问题，但最起码在我的世界里面，我真的是需要上帝的光。真的，求主祝福，求主看我们的挣扎。也许我们并没有犯那个妇人那样的错误，但最起码我们在一些很严重的错误里面，真的是被人家抓出来，你就是那个。但主耶稣确实没有看这个，你弯着腰在地上写字，真正的审判是在天上，真正的赦免只有那个绝对的给予，绝对的公义才能够给出完全的赦免。你知道我们何等的需要完全的赦免？哇，有时候我太太过世了以后，我在一年半里面，我想过多少女孩子。哇，有时候真的是觉得说，哇，主，我怎么办？我是一个圣洁的男人，那也许我的圣洁的男人就成为我最大的捆绑。我应该回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想也没有用。如果能够靠主一天一天的往前走，靠主一天一天的往前过，在流眼泪的时候，主你能来擦干，因为自己擦不干。我仰望主，你是生命的光，你是世界的光，你是我的世界的光，你是我生命的光。那我们有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聚集，巴不得这全世界里面有更多怪里怪气的弟兄姊妹来获得生命的光，因为我们最需要仰望主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